嗨，各位秋天胜旅行的伙伴们，欢迎又回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不爬山，我们今天终于可以松一下。我们今天是参加一个叫做 Eco Camp 的一个露营活动。那我们现在位于苗栗的南庄，叫祥金休闲农场。今天的天气有一点点阴阴的，就是属于多云的状况，那就是期待先不下雨为主。你们来了，终于回来了。马儿、Landy、小乐，我记起来名字了。哎，你终于记起来了。什么叫终于？十分钟后，我们发现呢，这个印第安帐呢，内帐跟外帐是不可以同一支柱子撑起来的。我们要怎么撑？内帐就是感觉就是比较小，内帐的话就只有占一半的部分而已。我们刚才两个一起撑，怎么撑都撑不起来啊！撑了40分钟，大哥都看不下去了。你看，你看你录影，所以大哥不能放弃。你放弃影片就发现，哎，大哥人跑出来。对对对对，不，可是我好像比你小一点点。你的这个好大、哦，嗯，这六人的，你们几人？我们四人的。哦，那一定有差。我们外帐先扎还是？我们外帐先撑。我们现在很拽了，跟你说。太多人了。对啊，这个他教我们的。你只要在里面摸了30分钟，他就过去了。他刚看了半个小时，受不了了。小时在那边一直钻在里面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太牛了！不是换我哎，不是，等一下换我们。看你钻30分钟以后，我们再去帮。对对对，换我们六个再过去帮你。我先试试看啊。好，你们的活动。待会有很多可以玩，有 DJ， 有看电影，有什么超多可以玩的。好，我们会好好的 enjoy。这个厂商叫印布玩，那它你可以从手机里面选，或者是现场拍照，然后他会帮你洗两张照片出来送给你们。哦，对，这么好。那因为他们还有一个手作相框，但是那是可能是需要另外付费的。你可以把你今天的照片做成一个自己独特的 DIY 的相框。哦，对对对，那就看你们有没有想要这样做。就今天下午整个都可以。对对对对，都可以做。OK OK， 那再给你印布玩。对，所以这就一张一个，一张一个，然后他可以洗两张照片，可以洗两张照片。那个是调酒兑换券，那就是大概你是在上面吗？对，那个酒吧在上面。对，酒吧在上面。对，酒吧也在上面。OK， 那这给你。好，那这里还有3张抽奖券。我们在看电影之前，我们会有一个抽奖活动。哦，对对，那有什么奖？什么奖项？公布一下。各种厂商赞助真的很丰富，所以我讲不完。好，对对对对对。好 ，OK， 我们敬请期待。真的。所以我们领餐的话，在那边。金毛蛤蟆好像过去了 ，OK OK， 去领了。对，好，所以要是要带自己的餐具，对对，带自己餐具过去。反正我们参加这个活动就是要环保，就环保，减速，带自己的餐具来。OK， 好，那我直接拿餐具过去了。好，那个餐券在你那里是吗？哇，好棒！耶，可以拍拍我们吗？谢谢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太棒了，有其他摄影师了。我们来这边是有先订午餐的，他的午餐跟晚餐可以不用自己处理，可以请他们帮忙就是准备。那我们现在先去看一下餐车的状况，好像还蛮多人的，而且这边好多狗狗。我们的食物，哎，我们的券在这里耶，还有分抽奖券。哦，他没有给我抽奖券。哦，所以他刚刚有来补给我。是牛。这个是鸡，这个应该是牛。那这个的话是薯条，它里面应该就是算，它算是塔塔酱吧？它算塔塔酱吗？应该是，是啊。好像有点塔塔酱。牛肉的是塔塔。我记得这个是沙沙，对，不是沙沙。哦，是沙沙沙，这个是沙沙，鸡肉是沙沙，鸡肉是沙沙。那里面好像还有包洛梨，吃到手很脏，这好吃哎，鸡肉好吃，不怕辣，天哪，难怪你一直哇哇叫。你有觉得它鸡肉腌料？那墨西哥
味道蛮重。嗯，所以小浩，他今天我们有一个衷心的建议，就是我们吃了那么棒的美食，应该要配个饮料会比较好一点。没错，红茶也好啦，有红茶，一小杯也可以。不强求，不强求，好渴哦。现在吃鸡肉的，我配饮料给你啊，调酒。他说不好意思，调酒晚上六点。听说好吃。对，我觉得鸡肉最好吃，真的。鸡肉的比牛肉好吃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嗯，因为我觉得它的凤梨跟甜椒放的真的那个脆度比例刚刚好，好吃、啊，清爽，虽然会辣，很辣，嗯，很辣，嗯，就更热了，嗯，想喝饮料，嗯哼。我们吃完，我们现在要去看那个算是灯中景吧，是请日本的神社来教学。我们这次应该是有40丈，那基本上一丈大约都会有两个人。那如果你再加人的话，就是会一丈的话就会越来越多。那所以这边的活动应该将近有100多个。那这100多个呢，它只有限时10个人报名而已。对，那我们先上去看看他们的成果。他们是因为我刚刚说有10个人嘛，那他们会分批3个3个上来去做教学，对，1对3的日本老师去做教学，我们来看看。一开始他就叫你先拆开，然后把你用电子确定 OK 以后，他就给你挑，然后先挑房子，先挑帐篷，对，帐篷， okay. 然后帐篷挑完以后叫你挑树，然后树完他会教你挑，就是人，对，有很多很可爱的人，哦，好酷哦，好可爱。然后选完人以后，他会叫你选有火炉，对，然后 OK。火炉啊，那六角桌跟火炉啊，然后选完以后再选，就可以画画，你就可以上你的颜色哦，可以拿哦，对，你就可以上帐、就是、篷的颜色可以客制化，会剪这个，就剪这个看你要放在它的，我是放在它的树上，是，对，然后有的人是这样，像放在地上这样子当桌垫的。拿过来，它是当成地毯、地垫、地布那种感觉。亲手帮忙用手刷地，我们去看看吧。来，我们拿起来看喽。成功。Hello。你喜欢吗？那你今天会把它圈起来吗？晚一点，开心哦。妈妈，弟弟，你自己做的，是吗？好漂亮哦。是。章鱼。喵。就是大概这个角度，对，对，然后像稍微像，对。好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对啊，我觉得戴着也蛮酷的。OK， 好，可以了。桌的那个上面的地方会有一个小火焰，对，没错。我的，这边行。好，谢谢。对，拜拜。我们有白色的饮料。我们以为他下去拿手刷地，就他们那边吹电风扇喝咖啡，过分，好喝哦。珍妮，这是 Melissa 的手冲咖啡吗？对，没错。哇。奖品。可是，等一下我咖啡我没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常喝咖啡，我不知道好咖啡跟不好。不会酸。是不是？不会酸。它很酸，而且它是日晒豆。那是什么？我不懂哎。
你可能讲到我懂都天黑了。对，酸就是很难下咽，真的不会。你之前是喝了什么？狗爪？什么叫难以下咽？是喝稀饭的还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我们的品牌叫 Truby， Truby 就是醋梨。哦，醋。哦，有。有重有重，就是要有趣。这个有什么概念？就是它可以全部拆开，就变一片一片，然后再组装上去。对，再组装，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再出来。哦 ，Truby Coffee Series。对，啊，天幕也是我自己做的。天幕也自己做，这个也可以自己做。天幕我们自己织一织就可以啦。没那么简单，你给我织，你织给我看。你织。我那个灯底也差不多自己烧一烧就出来。你屁！然后那个银柱也是我们自己做的。银柱，榕树的木头不是？什么木头？有弹性的木头。参加过庙会。榕树？你说庙会？没有。庙会。庙会有什么树？海角的木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人家不是会有一个庙会在那晃？真假的？因为他说要有一点弹性，他才会风来的时候才不会马上就了解。哎，这有道理耶。因为它有弹性啊。这是什么材质？不知道。九重木。九重木。哦，九重木。九重木。